新人怎么打出爆炸伤害？王开宝匣。你误会我了，兄弟，我是说那些守护的有这么多装备，肯定有什么让新人也能打出爆炸输出的方法。直接狂开宝匣。你没有看错，刚进游戏一无所有，能做的只有开宝箱，直接开冲，居然开出了全套神装，接下来就可以驯服一个坐骑，提升坐骑等级，再换一个驯服的翅膀，吸血率就达到1000%，这就去挑战大 boss， 简直就是打不死的小强，你也来试试吧。